假如你的老师是零零后讲错题篇，这道题太简单了 ，A 肯定不是 ，B 不可能是 ，C 没理由是，这不很明显了吗？选 D。老师答案说是 C 耶。啊，这题这么难啊，连老师都错了，我也错了。那四舍五入不就等于啊我没错吗？你选的啥呀？我选的 E， 漂亮。选择题一共四个答案，你硬是选错了第五个。你们两个胡说什么呢？老师怎么可能错？一定是答案错了。这题出的不太严谨，咱先跳过去吧，讲下一题。这一题选 A 都对了吧？对，怎么算出来的都懂了吧？这咋算的呀？我不懂啦。第十六题选对，我都还没讲呢你就对了。就是，就你嘴快啊。对对对，你对啥了？对，我就是对了呀。我可不像某些人，考试就靠抄，抄不到就懵。骄傲使人退步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你就是不听。都对了是吧？卷子拿上来，我替你检查检查。你不是都会了吗？你不是在那对对对吗？选择题就对了一题，你在那对什么呢？整张试卷抄100遍，你在那对对的。